这一首也蛮适合用来勉励自己的啊、哦，不要忘记初心的感觉，这样子。好 ，OK， 带来这首《少年》，接下来由雨鱼的演唱，继续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。其实并不复杂，只要记得你是你。坚持住，就会拥有属于你的蓝图。从前那个少年没有，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，我还是眼前这个少年没有，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。不管是2020年要跨越到2023年，我们终究还是最初的那个少年。送给听众朋友，希望你们喜欢。OK， 那这首歌曲哦，很有正面意义、正面能量的一首歌曲哦，来勉励一下大家哦，在新的一年可以继续的保持初心，来继续为生活而努力了啊、哦。好了 ，OK， 那继续来安排。